Hello，又系卡洛斯啊！啱啱啦，去完广州探姊妹学校啦，今日我出发啦。今日去边呢？今日呢，系去南京先嘅。咁所以而家呢，我就叫紧车去机场。我由呢个乍枫花园出发嘅。往时讲喺疫情之前呢，最后带嗰团呢都系去韩国啦。跟住呢，有3年冇带过团啦。咁今日呢，都系3年以嚟第一次去到机场。而家先去 A 区揾我啲同学先。咁我哋咧9:20起飛嘅，嗱，但係咧嚟講係陣間咧要約翻個集合嘅時間。都知道係要去買 Burger King。係嘛？好耐冇出外，好興奮啊！係啊，係啊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家人。Hello。好啦，我哋到達咗上海浦东机场啦，而家大家都落咗机啦，准备过关。旅游车到咗啦，我哋可以将啲行李放上车，然后就要搭4-5个钟头车先至会去到南京啊。叫我Henry 又可以啦，鹏鹏都可以嘅。呢几日咧先会玩咗南京，咁我哋会住喺南京呢度咧，就会系3个晚上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哋會去翻蘇州嘅。先自我介紹一下，我係浙江省中國旅行社底下嘅一個導遊仔啊。我姓丁嘅，呢邊天氣一日一變嘅啊。今日咧可能落雨，聽日咧暴曬，去到最高温嘅時候咧可以達到44度左右嘅。呢咧叫荒茂山恐龍主題服務區，聽講喺呢度咧揾到咧恐龍嘅化石喎，話呢個服務區咧好靚啊，好靚噶，我哋入去睇下。佢哋一定好肚餓啦，走曬出嚟。荒茂山恐龍主題服務區。想試下呢啲咁嘅，佢話啲水蜜桃，我話好正。南京咧，目前嚟講咧，都係我哋中國嘅中部啊，最中心嘅地方。哦，經過咗漫長嘅車程咧，我哋就到咗南京啦。咁咧，而家咧就去餐廳食咗先，食下南京菜喎。我哋廁所喺邊啊？真係好啊！嗱，草叢又去啦，又去啦。南京人呢，一個樣貌你哋一眼呢可以睇得出比較矮嘅，比較肥嘅。聽日呢都會去到邊度啊？去到我哋夫子廟啊。夫子廟呢就係、是、當時呢全中國呢呢啲才子孔春苦讀10年之後在那裡考試的地方，所以全中國的狀元在哪裡走出去？就在南京這裡走出去。歷史上出現了很多出名的人，比如李香君這個陳圓圓，我們江南的名字，很多人都想追求，但是追求不到。這個就是在我們秦淮河以及我們京杭大運河上面的人花走，但是只辦入不民生。好啦，準備回鄉證，各位。好。OK， 好，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我陣間咧拍《王者榮耀》之後，即係兩個一間
咗啦。誒 ，Nichina， 哦，原來你咁叻喎，識得上送啲美團上嚟喎。去哪兒？哦，回到這裡。哎，沒事嗎？哦，原來這裡。咁所以聽日咧，我哋八點送翻落嚟集合啦。咁聽日就係想大家著翻學校嘅 P3 啦，啊，去人哋學校嗰度。OK， 咁啊著翻長褲啦。依啲地方我哋都唔熟悉，但嗰位老師就係南京27中嘅老師，咁所以佢就幫我，都係好。聽日如果咧人哋講完嘢啦，我哋俾啲獎品。夜晚上走咗落嚟啊，行夜街。小啊，就係佢哋奉為神物嘅小龍蝦啦，呢啲。收貨啊！收貨！收貨啊！核突嘅咩？酒店隔離有豪食，只為吃豪。你咧？你？